这谁呀？还准备要发玫瑰花？怎么谁呀？这谁呀？谁也不，阿春，这是谁呀？谁不知道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在干啥呢？啊，没干啥。你媳妇儿在干啥呢？她早都睡着了。哪天有时间出来吃个饭呢？好啊，玫瑰花。哎呀，谁呀？什么谁这是谁呀？什么谁这是呀？谁呀？干啥？语音问问。哎呀，问什么问？什么可能？我跟他语音，我啊，问问谁？语什么音呀？语音。这怎么他给你打过来语音来了？啊？怎么了？哎哎呀，没有，呀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谁呀？呀？这是谁呀？谁怎么了？你，哎呀妈呀！谁拿电话给我呢？不给，电话给我，谁呀？这是啊？不你真是的啊！你现在真是的，天天自己借口搁这屋凉快儿，空调凉快儿，那屋热。这是谁？什么谁呀？怎么了？刚刚为什么又发那个语音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就是说话呗，你还对呀，你，那那那我跟他说一说。哎呀，说什么？不是说话，啊，没事儿啊，哎我跟呀，他说一下，你怕什说么？什么？拿来哎呀！呀，你烦不烦？没完没了，烦不烦？你还有理了？你在哎这呀，儿我怎么啊？了？那你不怕什么？你拿给他，我跟他唠一唠啊。有什么好唠的？那你跟他有什么好唠的啊？那你就问最近怎么样？啊，对，也先那都么，不在那上班了，还有什么可联系的？那不在这上班儿，朋友嘛，对不对？不在那上班还联系什么？还联系什么？连朋友啊，嘛，联系对什不么？对？哎呀，啊？你把掐死我了！你干什么？你看你怎么，你烦，你让我小心点儿，操！什么？你老小心点儿。啊，行，好，我心眼小呗，你心眼老大了啊，你是不是心眼老大了？我心大。你心大是不是？啊，我过去了啊，我找我那个同学什么玩意儿的聊聊去。哎，别走，别走！哎呀我也聊聊去。妈呀，你这人啊，真是真的，一天啊一心整上当，聊去吧！哎呀，你还能聊到哪去？切！